霓裳，如果让你永远留在这里，不回凡间了，你可愿意？这里虽美，但始终也不是属于我的地方。我也只是试探一下你的心意。如果你决定了，我一定会陪着你的。不行，不敢。不敢是吧？城南的你这家铺子，历来是做成衣的，为什么要做胭脂粉布？二叔信任我，便放手让我去做。大不了就当是玩玩了。这是苏家的产业，你要想玩，回你严家玩去。连二叔都支持我，你反对又有何用？苏恩远，如今你自暴自弃，二叔在你身上早已看不到希望，将苏家的生意直接交给我打理，也是他老人家的意思。苏家的人还没死绝呢，轮得到你一个姓严的在这指手画脚吗？你不服气啊？你有多久没出门了？现在京城制造业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？又有多少同行对苏家虎视眈眈？你整日在这里醉酒，等哪日被人扫地出门了都不知道。